地上個有商場，又望到海 ，OK 嘅。路威士咯，咁我哋等陣都會睇嘅。我哋睇嘅澳門咧有兩馬子嘅事。呢度就南昌站，上面就商場，再上面就住宅，兩翼嘅。呢个就佢会所平台。今日同个客人睇会晒2171尺嘅四房套，房唔晒。客人就希望社区配套成熟，大厅大主人房。我哋上去睇下呢间可唔可以满足佢嘅要求。出咗私家 lobby， 直入就客饭厅，隔篱就系一个老堂，方形嘅，望翻自己内院。原装有个入门柜啦，可以摆下啲杂物或者系啲刀刀叉叉或者啲酒柜。最亮眼嘅当然系前排嘅海景，长形嘅环厅啦，基本上摆位好方便。个厅就好靓仔，好阔。个厨房以2000尺嚟讲就相对细，不过佢有个好处就成面落地玻璃，基本上采光通通一流。工人房、工人室，个厨房就一辣嗰只，好少异物，然后有柜、雪柜都喺度。顺住走廊行就系一个客厕，然后就一间套房嚟嘅。隔篱就浴室个系套先。一间小的睡房啦，呢间睡房就望翻内院，最后一间套房都系望翻内院，然后有自己嘅浴室，最后我哋睇下个总执主人房，哇，成个厅咁，哇，一个 L 型，呢间主人房够大啦嘛。同个海嘅距离好近咯，都望到奥运同埋维港海。呢个基本上等于人哋嘅厅。呢个海景真系靓，感受点？主人浴室啦，用烫门，比较奢华少少，然后就干湿分离啦。佢不过佢系做咗一个单头，头先睇嗰个就系呢两座。咁佢高咗啲啲，咁有條路要行嘅。類似嘅單位賣幾錢呢？樓下八樓賣咗6470萬，你哋又覺得值唔值？今日嘅節目就咁多，我係Louis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